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 今天我们会学习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，学习单元社区生活第一集。我们会用模图认字这个方法去加强小朋友的认字能力。当我读完之后，小朋友都可以大声跟读一次。准备好没？我们一开始啦。社区，社区，社会，社会，市区，市区，城市，城市，郊外，郊外，香港，香港，新界，新界，地方，地方，公众，公众，公共，公共，场所，场所，建筑物，建筑物，设施，设施，机构，机构，警署，警署，消防局，消防局，邮政局，邮政局，图书馆，图书馆，社区中心，社区中心，体育馆，体育馆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哦。我们透过多看、多听、多读，好快你就会学到好多中文字的啦。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和请我喝杯咖啡啦。